遇到重大灾害，大家普遍会惊吓。若是佫出现谣言、假消息，真正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愈大的伤害。中国若直接军事侵略台湾，成本非常高，所以利用混合制，直接影响台湾的民心，引起台湾内部的对立，瓦解台湾人抵抗的意志，甚至强迫台湾政府爱配合中国政府，让因唔免出动一兵一卒就会当统治台湾，遇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。在中国发动军事侵略进程，真有可能先用大量的舆论战。咱若看到用词喊鼓、内容可疑、明显想要引起读者情绪反应的文章，也是影片，爱会记哩保持观望、先查证、确认事实、甲基础知识，多方比对，接做判断，掌握通信任的资讯管道，接收正确的消息，避免无必要的惊吓。会当优先看政府机关的网站所发布的资讯，也是收看公共媒体，也是有公信力的民间事实查核团体所发布的报道。除了注意假消息，咱嘛爱甲正确的资讯倒分享出去。若收到重要的紧急避难资讯，确实来源通信任，就会使各家资讯分享给亲戚朋友。即马开始，咱就爱增加咱对资讯的判断能力，予依山倒海的假信息影响的人愈少，台湾社会面对威胁的韧性就愈强。有准备，有保庇，守护国家靠家己。混合症、议论症、事实查核。